我好羡慕他啊，真的是我们很好。我那时不玩牛津的真主刚考完赛车证，准头他又玩上了打网球。咱就是说，我们真主是不是娱乐圈在逃体育生？从两轮拓展到四轮，喜欢摩托车，成为了职业赛车手；喜欢滑板，成为了滑板运动推广大使；喜欢街舞，成为了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，还主演了街舞题材电影《热烈》。两轮变四轮，高尔夫球没够，又来网球。好了好了，别骂了。如果今天有困难骂，然后就今天去解决，不要拖着，就是今天是今天，明天是明天，谁说下我有今天和明天这个戏？阿寨也不得不佩服这小子充沛的精神。好羡慕他，真是很好。摆烂的我和我那个一天到晚是不玩牛津的真主。两个勤劳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一种拖延症患者？好，不玩的话我就想玩。我不是只是说娱乐，我就是想玩的。我做了我就想要做好，先去做，然后至于结果再说。好好好，你们继续。